马上请出的是本场的第二位踢馆选手前来比赛，有请。长得有点像某个明星。欧哥好。你好，请问，请介绍你自己。我不是明星，我叫杨宇，来自内蒙古包头，现年40岁。来了一位更成熟的。请问，请介绍一下你的明星家人。我有一个明星的兄长，他是一位创作型的歌手，也是一位重量级的导师。导师级的人物。请问，你的这位明星兄长，他圈里边好友都有谁？有李亚鹏、刘娜英，有冯小刚冯导，还有汪峰。是刘芳吗？请问你的梦想是什么？我的梦想呢，就是想把我自己的音乐能让更多的人能听到，这就是我的梦想。请问现在请你正式的介绍你这位明星家人。我的哥哥就是杨坤。杨坤，著名歌手，中国好声音导师。有请杨坤老师。我今年有32场的全国巡演的个人演唱会，我邀请你当我的嘉宾。贿赂。贿赂。我今年有32场。又来了。面对你我什么都说不出来了。我只有特别真诚地告诉你，32是一个神奇的数字。32场都不讲了，我再讲他们都觉得我虚伪了。但是我真的有32场。长得不像哈。像吗？杨宇，请登上你的舞台。谢谢。你要不说你是杨坤的弟弟，我根本不会往那儿想。对对对。但是呢，一进我看见很多的神态像。像。可能我俩天天在一起，或者是经常在一起，我不觉得特别的像，都是外人说，就说哎，你俩的声音很像。你这样，你不用去学，不用模仿，就你的表演，好不好？无所谓，这歌你会吗？无所谓，谁会爱上谁？无所谓。谁憔悴？有过的幸福是短暂的美，放过了自己，我才能高飞。无所谓，无所谓，原谅这世界。第一次，第一次这样唱歌，真好，好吗？今天你带来什么样的才艺表演？现场一首我自己的歌，
我就是遥远的那颗星。拼命冲的我，仿佛又看到远处那片蔚蓝色的天空，他在向我呼唤，我握紧拳头，微不足道的我，心有梦，有许多的话都烂在心里，有许多的苦一定要经历，掩饰不住失落，忘不了的哭泣，是你一直默默支撑我。我就是送给杨宇，谢谢。歌名叫《最遥远的那颗星》，是吧？因为说这是他的歌，所以在联系到歌词儿就会听得出来。我理解这是你内心的声音，所以你在这方面寻求歌坛的发展，有没有想过借哥哥之力？曾经想过，想过的时候也不好意思跟他表白。但是杨坤呢，有的时候他能感受到我这一点，有的时候演唱会的时候，如果事情不太多的时候，他说：“哎，你干脆给我合音吧，等我换衣服的时候呢，你下来自己再演一首，正好也让我自己过一把瘾。”哥哥也很支持他。我觉得吧，就是只要有一个给我舞台表现的机会，能让我的歌能让更多的人看到，我就觉得我就非常幸运了。所以从另一个方面呢，我也挺感谢这个节目的，另外也感谢杨坤。我要不是杨坤的兄弟，我也不可能上这个节目。正因为你是杨坤的弟弟，所以你来到这舞台。对。但同时也是因为自己内心更强烈的对音乐的爱，所以你来。对。对不对？对。OK， 我们给到杨宇一点掌声。谢谢。回到我们的挑战赛这个话题当中，你今天来，你哥哥知不知道？他不知道，我没跟他说。我是这样的一个性格，如果我谁也不告诉我，就自己去了。我就一点压力都没有。那我现在告诉杨宇，你哥哥知道了。您一说知道，我这满头汗。不，别事，别害怕，这事一定会让他知道。对，而且我们想希望知道他对你来这个舞台参加表演和演出的比赛的态度。啊、哦。他专门录了一段 VCR。好，你来听一听他到底说什么。刚刚知道杨宇去参加这个《我不是明星》的这个活动，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他还是没有放弃唱歌这个念头。尽管现在的年龄可能已经不允许他这么去做了，但是我觉得他内心一直都是在坚持他自己的想法。杨宇其实是一个
唱得不错的一个歌手，同时也有自己的创作能力，就是这么多年无论是运气也好，无论是别的原因也好，他没有办法能够站在他自己想站的那个舞台。今天参加这个节目，不管怎么样，我都觉得你有勇气去上这个节目作为兄长的我也应该去支持你。我也希望在座的观众朋友能够去支持杨宇票。看完了你哥哥的说的这段话，杨宇你是有什么感受？他跟我说对我的鼓励的话要大于任何人给我的肯定，所以我非常不感谢他能给我这样的肯定，然后让我更有信心，然后去做自己喜欢的音乐。我们期待你那一天。好，加油，谢谢杨宇。谢谢。五组选手全部展示完了他们的才艺，3、2、1，请选择。